我们讲洗礼卡，对吧？好，最后一堂课我跟大家讲这个洗礼，讲到洗礼的问题，为什么要洗礼？讲到我们领圣餐的意义。领圣餐我讲的比较简单，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但是还要回去预堂堂的。那我不晓得到这个慕道观快要结束了，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疑问啊？在这个最简单的基本的信仰上，或者最基础的问题上，你有什么一些疑惑不太清楚的？譬如我刚又问你，信观音跟信耶稣为什么不一样？有很多说话的有些朋友们啊，许多一样，所以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不烧香，临急抱佛脚，平常耶稣不耶稣没关系，只要我有事情我就找耶稣吧，啊，就求求看，啊，就这样的心态，那好像耶稣跟观音都差不多，不过只是改个名字而已啊，是这样。那到底信耶稣跟拜菩萨，而是信这个这个 DNO 啊，这个。台湾来的朋友们的姓马祖，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有姓关公啊，可能怎么样？老家拜什么了？有没有知道？老家的奶奶老爷们他们拜什么？无钱观音保家。好，OK， 我们很多哈，既然我们中国人拜神啊，从来不问真神假神。你在这个真的假的，就是这样，你是问灵不灵，对吧？我们只问灵不灵，不问真不真。对不起，我有点喉咙有点干，给我打点水，给我的上头那个饮水器那里有个杯子在坐上，你来。我这儿。我去。你这是？哎呀，我最近有点敏感。回来再说，我们中国人拜神通常不问真跟假，只问灵不灵，对不对？比如说阴沉这里，只要你沉着，管它是块石头啊，管它是一块木头啊，比如拜拜拜拜的一个程度，你越沉，你只要心沉啊就行了。我们拜神啊，我们中国人拜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希望求必应，是不是？希望有求必应，反正我求的你给我办好就行。假如我求的办不好怎么办？就有求不灵怎么办？改天再求，是吧？假如改天再求还不灵怎么办？还另外，这个好有语。是不是？我们是把我们的神灵当中的仆人，没有把它当做主人的，有没有发觉这个不同？我们很多时候拜神啊，是利用这个神灵来满足我的私欲，所以拜了老半天都是自我中心。我们不管你多虔诚，我们的拜神拜来拜去都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欲望，这种自我中心的这种的宗教信仰，所以啊，很多问题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信上帝，就是我相信他是天地的主宰，也是我的主宰，也是我人生的主宰。我是要听他的，不是他来听我的。你发觉那个不一样没有？我们基督徒也祷告，把我们的需要要告诉上帝，但是我们祷告就是说，上帝啊，你看怎么办？你来做最后的决定，不是我来决定。谢谢。大家了解吧？有你要留心，我们每个礼拜天这个崇拜的时候会念这个主导文。主导文的里面一句就是：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是愿上帝的旨意成全，不是我的旨意成全的。这基督徒的祷告是这样，就是说上帝啊，我的眼睛能够看得很有限，看得不远，看得不全面，我求你帮助我做决定，是不是啊？我承认我们的了解很有限，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踪来行。这些基督徒这里有个心态，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上帝，我们跟随耶稣，跟一般拜这个民间宗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跟随耶稣来行，不是希望我的神灵跟着我来找，我走到哪里你保佑我到哪里就好。我们中国人民间宗教是这样，我不管到哪里，你让我一路平安哦。OK， 我走到哪里就保佑到哪里，我做什么事情就让我一帆风顺。基督徒不是这样。好，那我在想问你们还有什么一些具体的问题啊？你们想在你的信仰当中，你觉得有些疑惑的啊，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大家探讨，可以交流。信仰孔孟之道和信仰这个神有什么冲突？有冲突吗？没有。OK， 好。假如是真理，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真理是哪里都一样。啊，假如真理有很多的一些哲学家、一些圣人、一些长辈前辈，他们都有些领悟，所以真理是相通的。比如在孔孟的这个教导里面，有很多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是相通的。啊，讲到要对别人的尊重啊，孔孟的教导里面有很多这样。对父母的孝敬啊，孔孟的教导里面很多这样的教导。没有，那就跟我们基督教是没有冲突的。Okay？ 这个佛教和道教中，中国人儒释道三教是鼎立。OK， 那长时间。都是最宣传这一种。这是一个正提一个比较广的问题啊，为什么要认为耶稣和这个耶稣就是上帝，我们就要信他？这是宗教比较的问题。为什么啊？跟我们比较有影响和世界五大宗教啊，特别跟中国人关系，儒道佛回耶，儒家啊，说儒家本来是个哲学，但是有人把那个宗教叫。祭孔啊，我们有这个孔诞啊，要变成宗教，还有这个四书五经作为他们的教典啊。道家这个当然有很多道教徒了哈。佛家是一个信仰哈。然后回教，还有我们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这个东正教就是信耶稣的，这个儒道佛回有五大宗教。那我怎么会认为这个信耶稣才是唯一的呢？我们中国人啊是非常包容，性很强，就是叫做殊途同归啊，就是这百川归海啊，这反正我们就是能够包容一切啊，反正是不是可以每一个神都行啊，都拜。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宗教是这样，你说你是神都行，都拜上去啊，就。宁可拜错，不要放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拜神的这种习惯是这样的。宁可拜错，不要放过，反正你说你是神都拜。那基督教不会这样看，不说就是只有耶稣和这个上帝。为什么我们单单相信耶稣？啊，我在之前应该讲过了，就讲到那一位是真神。这我讲了一趟，你今天就不可能重新再来啊！你有在这个哀家团契？我昨天头一堂讲了，在哀家团契昨天晚上啊，面前会讲这个特别的题目 ，OK， 会解答这个问题啊，可以啊。今天我不多讲啊，是假如讲一些教导上有一些地方相通，但是啊，我们说其他的那些宗教，他们不是这个天地的主宰。只有耶稣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这样相信？那我今天不特别再详细讲，就是点一点就好了。OK， 在这个爱家团契礼拜六晚上，我会讲一系列的这个
昨天我讲了头一堂，那面前还有好几堂，那假如你们有兴趣，都可以去听。那今天会讲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叫教会。预备领受洗礼的朋友弟兄姐妹，就是你洗礼就加入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一个东西？今天假如早上有人问你，哎，你早上去哪里啊？你说我去教会。这个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哈。其实你去的是教堂，不是去教会。你去教堂是吧？你所说的你去的是一个地点啊，教会不是个地点，教会是一群人，这一群信靠上帝的人共在一处，这叫教会啊。这一群人在一起呢，可以在一个教堂里面聚集，也可能在公园里面，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也行啊。教堂当然比较方便，但是不一定在教堂，可能在别的一个环境里面。教会是一群人，一群什么人？是归属上帝的人。是被造的，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今天这个王亮弟兄讲到的，特别讲到这个观念，是上帝呼召我们出来，拣选我们出来，他来拯救我们出来，是带着一个目的的，是让我们成为一群能够荣耀他的、荣耀上帝的一个群体。能够让上帝而荣耀。这个叫教会。假如大家对圣经有点了解，上帝是在几千年前就拣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人，犹太人，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成就亚伯拉罕的产生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民族，或是这个犹太人。以色列民族今天还在吧？上帝拣选他们，拣选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被称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国度，能够把上帝的恩典、能力、慈爱彰显在世人面前，让别人可以因此认识上帝，来跟随上帝。基督徒就是大家被选出来一群的人，一群的基督徒就是带着这个使命，就是要在世人的面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把人能够吸引到上帝面前，让人也能够归心上帝，这是使命。这是一群人。今年你们为什么来到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你看见教会有一些人，他们很特别，他们很吸引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什么你今天来到教会？为什么你愿意来教会来听？只要你看到那些来教会的人都是很可恶的，你大概不会今天坐在这里，是不是呀？告诉我一下，你们在来教会的过程当中，或者来教会以前，有没有认识一些基督徒，让你觉得哎，这些基督徒不错呀？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什么不错、不人家好的一些表现，是怎么样好的表现让你被吸引？告诉我一下。友好。我们先讲，你不讲我就不讲，我今天可以少讲一点。好，没事。在国内，我的那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我原来。我曾经呢也在铁路院，就是南昌市第四人民医院，也是个大医院。在医院。我曾经住过院，住过有一段时间，我就认识一个呢姓石的石富田，他是当时的科主任。
何主任。何主任以后呢，我们呢都退休了，退了休了，你到哪再到公园去？啊，公园去我们相遇了，相遇了有的时候就交流。啊，他就从院长的位置上下来。啊 ，OK。哎，到我们都退休了呢，就谈起当年的事。嗯，他呢是当那个科主任的时候，他经常查房。啊。查房嘛，那么就是说呢，他看到有很多时有发生很多动人的那些镜头在，啊，他就跟我谈起来，啊，这些人呢，他就觉得他也有好奇，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呢，常在他面前无人问津，啊，而有个别的人面呢，兄弟姊妹也有不少的，他后来才想，都是他的兄家里的亲人，那人呢络绎不绝。嗯，跟这个患者呢，喂水呀，端饭呐，啊，给他擦身呐，甚至给他倒便盆啊。OK。哎呀呀，他就讲，他这是什么人啊？嗯，这是个基督徒。哦，对，看见有些基督徒很特别。啊，这是基督徒的姐妹们。嗯，来帮助他。他们来帮助自己的姐妹。嗯。他们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主的力量啊，说也是赞美主的，比如说，所以说他们无私奉献啊，哎，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呀，也不是自己的亲人呐，有什么隔阂啊？没有，嗯，所以呢，他经常看到这个，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才有这样动人的场面，所以后来这位先生也信了耶稣吗？还是有没有？他以后呢，他就碰到这个呢，他去过我们南方最大的基督徒那个、哦、那个到了教会、啊、到教会他讲了、啊、他看到他们手下有几个医生呐、啊，在那里。好，告我当然了，他肯定是不好事，是不是？我就我这么回去，我要跟他讲这个。好，我是基督徒了，我不告诉他，我看不出来啊，就讲这些。好，大家还有没有？你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回顾过去，有没有遇到一些基督徒？你觉得，哎，这种人不错耶，我也很想去更多了解，或者说，我也想要成为当中一份子，有没有这样？就这一群人被招出来，需要彰显上帝的荣美。是可以把人引导到上帝面前，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是想说一下那个，就是立航，他是这边的住院医师，然后、啊、我们其实之前是在就是上海的复旦大学，就是大家是校友、啊，然后但是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就是、啊、然后其实在我之前也有其他的同学到这边来做实习，啊、可能。跟他也都不算特别熟，但是每次只要是有同学来，他都真的是就是很乐意来招待，非常对对对，就是说不管我们熟不熟或者怎么样，都真的是就是尽心尽力的帮大家，就是对，而且如果有人找不到住宿给他，就会让他住到自己家里，对，确实比较感人。李航跟徐小当两个都不大嘛。是吧？对，非常好的一对夫妻啊，非常甜美的人啊，你跟他接触你就喜欢他。立航来的时候，我接他飞机的，是我接的，是他接我的，就是。他接你，还有没有？你说，信的基督，或许我认为，人的生命，一切都是父给的。啊，现在就说都是，上帝给的。哎 ，OK。哎，上帝给的阳光，上帝给的生命，上帝给的一切。对。现在我就问，为什么上帝给你？我说非常愿意参加这个教会。哦。听听上帝是怎么给我的。OK， 哦，了解一下啊。我简单有一些的比如说补充一点。嗯。你们这边有谁当父母的？当父母的，丁一是当父亲啊，当爷爷了啊，有孙子了啊，你们这边当奶奶了啊，你们这边做妈妈了啊，这也是做爸爸做妈妈，做父母啊，都很自然就爱孩子，
对，蛮爱孩子吧，这个乖孩子不太正常哦，对吧？蛮爱孩子，而且爱得非常的，怎么说啊，很无微不至的关怀。做父母的往往都是，真是连心都掏出来，命都可以给出去为孩子。做父母的呢，自己不睡，让小孩睡得安宁；自己吃不吃，或者吃晚一点，让小孩先吃饱，是不是？啊，小孩半夜醒来，啊，爸妈妈啊要抱着他，啊，自己不睡，让小孩睡，对不对？小孩生病啊，哎呀，父母亲很紧张啊，啊，比自己病还要难过，啊，我看过有人，抱小 baby 到医院去打针啊，那个针还没有打到小孩身上，那妈妈眼泪都流下来，是不是这样？你们有这个感觉吗？为什么天下的父母都那么爱孩子啊？我们说这是 DNA 性，是不是这样？父母爱孩子的天性，什么叫做天性？就是与生俱来的，老天爷给你的这个本性。假如你没有这个本性，我们说这个人就没有人性。有没有一些没有人性的父母啊？也有的啊，但是这个是例外。一般的正常的都是有人性的呢，都是有这个天性，老天爷给的。假如老天爷能够把这个美好的人性给人，这老天爷本身有没有这个美好的这个本性？有没有？肯定有。假如你不相信是老天爷把这个本性给人，怎么会普天下的父母都会有这个美好的本性？你都想不清楚啊！人间的爱情哪里来？这个美好的爱情哪里来？这个当然从唯物主义来想，你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和解释爱情哪里来。一块石头本来是一对元素。一块石头，假如我说把这个石头埋在这边，我有一个杯子摆在这里，埋它5000年，它忽然之间懂得爱了，我就说5000年不够，50000年，埋它50000年，它本来就是一块石头，一个杯子，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忽然之间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它忽然之间懂得爱旁边的杯子了，这个会不会？可能不可能，有脑筋的想一想，假如没脑筋没办法，明白我说什么？当然是点头啊，一样子啊。爱一定是来自一个爱的源头。假如你否定一个爱的源头，你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否定这个感性的这个爱的源头，你没有办法解释人间的爱。这个简单的逻辑听得懂吗？啊 ，OK， 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来自上天。对了，你必须要这样了解，不是说，哎呀，凡是解释不了的，都是啊，把那个上天拿出来当一个简单的答案，不是这样，乃是我们信靠、相信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是更合理的解释。比你说一个杯子自己会产生爱更合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说一块石头经过50000年，它自己就会爱了。我说50000年不够，500000年，5000万年，是这样吗？你想清楚，你就知道，我们信上帝是更合情合理的一个了解。好，有点离开今天的讲这个题目，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们都没有从第一课上到现在哈，都是中间插进来的，所以我就稍微提回去，稍微解释一下。这从前应该都讲过，这是一群人，教会是一群归属上帝的人，要有一些美好的表现，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啊，这群人啊是圣洁的，我们说是跟一些世俗的不一样，或者说光明的。以后假如你要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常常记得，我们是一群圣洁的、光明的。我们本身的本质，我们并不圣洁，
并不光单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他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份，我们就保守这个宝贵的身份，不要糟蹋这个美好的身份。今天假如你听说某某人他去常常去教会了，你很自然会认为他应该守规矩一点，比较人要诚实，比较可靠。假如你听说某某人呢，他常去教会，但是他很狡猾的哦，这个人呢整天是贪人家的便宜啊，或者这个人呢非常的阴毒的，你会觉得这个不对啊，他不应该去教会，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了解啊？就是说我们有意无意，我们心目中都已经认定了去教会的人是比较圣洁、比较光明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是准备要洗礼了，要预备要加入教会了，和准备加入我们教会。我有一个提醒你，来到教会你要注意，我们要好好的保存我们的圣洁，要走光明路，不要再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从前可能你干过，如今以后不要了。这个是加入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了解。我再说，我们不完全，不完美，我们也不可能完美，但是我们认真的、努力的去走一条光明的路，是吧？这个才是加入教会的有的意义嘛，啊，不是单单加入一个社团、一个这个同乡会，不是这样，而是加入一个圣洁、光明的、属于上帝的团体。明白啊？好，上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家庭，是上帝的家。很多人会说：“哎呀，来到这个教会啊，真是有一种家的感觉。”有没有这种的？有没有这种的观感啊？我们说：“哎呀，来到教会有这种家的感觉。”你们有谁有这个感觉？哦，不错啊 ，OK。什么叫做有家的感觉？温暖啊，是温暖的感觉哈，因为冷气没开是吧？不是哈，啊，什么叫温暖啊？和谐，哎，和谐啊，很好。OK， 和谐。啊，或者说有爱心，对吧？和谐就是没吵架，你进来就很多人在吵架了，争这个争那个，你就觉得这个不对，好了，太失常，不像教会。我们这边基本上，不能说绝对没有人争吵。我来这边几十年了，也偶尔都听到有人会争吵，但是很少很少啊。这个是一般来说是大家很平和啊，大家能够尊重别人。也谦让对方啊，也包容啊，彼此是吧？这个和谐嘛哈，这个和谐是一个结果来的，因为有一些背后做了一些事情，才有这个和谐，对吧？大家能够包容啊，大家能够接纳，大家能够尊重啊，这个是这一个群体和这个家的一个感觉。那这个家，这个和谐还不单家，不单这个和谐，还不是家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最重要是有爱。要爱才觉得是一个家，啊，你到餐馆里面去吃饭啊，什么那些工友那些招待员，跟你关系都很和谐的，他不会跟你吵架什么的哈，都很尊重你，但你不会觉得是一个家，是吧？家是有爱的这种的感受，怎么样才有这个爱的感受啊？怎么才是爱心的表现嘛？你来到这里，觉得哎，这个教会有爱的这种的氛围，啊，怎么才是爱的表现？互相关心。我很关心。哎呀，你今天怎么样啊？看你好像今天不太讲话，可能心中有些郁闷是吧？啊，看你跟你握手的时候冰的，是不是今天不舒服呀？啊。人关心你，是吧？这个是啊，还有呢，怎么爱的表现啊？
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是吧？会帮助你。就刚刚讲第二行，啊，就你需要他都会帮你，而且很尽心的帮助你，啊，这个叫爱，是吧？啊，他愿意把你的事当成他的事情，啊，还有没有？怎么叫爱？爱的表现是什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有帮助，很好。这不是说啊，不管你啊，各家至少门前雪，这样我们是愿意烧人隔壁的人家的雪。OK， 人心相通啊，哦，大家能够人心相通和上帝有相通。OK 啊，不错，是这个是很有礼物。爱啊，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就是牺牲。就是我愿意放下我一点的权益来成全别人，做父母对孩子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刚刚讲做父母的爱怎么表现的，往往是牺牲他自己一些权益来成全和帮助别人，帮助对方，这个爱。还有爱另外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饶恕。假如没有饶恕，这不是真正的爱。听得懂吗？嗯。在什么情况底下要饶恕？就是当对方的表现让你很失落的时候，是吧？让对方的一些表现让你受到一点伤害的时候，这个叫饶恕。没有饶恕的爱是很肤浅的爱，很表面的爱。真正的爱是愿意饶恕。就是假如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人啊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伤害了别人，我们愿意原谅他，给他还有机会，让他还有空间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包容他，我们可以接纳他。来到教会啊，早晚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表现的人，就是可能心态有点过敏啊，或是说神经有点不正常啊，可能讲话很大声啊，很容易就很冲动啊。特别我们教会少一些，规模人数比较多啊，因为教堂的门是大开，谁都可以进来，对吧？而且我们说欢迎一些软弱的人进来，我们帮助他。在别的环境里面，可能那些人不受欢迎，来了教会我们愿意接纳他。所以来了教会，你可能早晚遇到一些很奇怪表现的人，这些人可能会做一些事情让你受到伤害。他们讲些话离经大脑的，随便就讲一些话很尖锐的，会刺伤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啊？有可能你遇过啊，就你来了之后遇到这样的人，你不要太惊讶，不要太惊讶，因为这些人在别的地方人家不接受他们，来了教会，教会愿意接纳他，教会愿意饶恕他，让他有空间可以讲。那所以你来到教会，你要心里有准备啊，你要学习。就是说有可能有一天人家会讲一些和做一些事情，或是有意或是无意让你受了伤害，你不要觉得太惊讶。你说哦，怎么教会都有这样的人？我们有些人来了教会就会希望教会每个人就像天使一样，就非常美。我也希望不是，但是实际不是如此。有人说教会就像个医院，医院里面的都是病人，对吧？来教会的人都是病人，都是心灵有需要的。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人，你要来教会，你要领受洗礼，头一个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是个软弱的罪人。你不认为你是罪人，你不需要信耶稣，是吧？信耶稣就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你在教会看到有罪人呐，你不要觉得惊讶，他们本质就是跟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
软弱的人，罪的本性。你假如会想到，没有罪的人都是好人，是哪里找的？知道吗？到法院，到法院，法官问有罪没罪，就说没罪，认罪不认罪，不认罪，就在法院里面。英语是 guilty not guilty not guilty， 没有罪，都在法院。在教会的一进门就说我是个罪人，是吧？有没有发现？我们早都承认了，所以你假如发现，哎，这个人这么糟糕，本来就是。我们都是很糟糕的罪人，我们互相帮忙，互相扶持，我们一同慢慢的成长啊，了解啊。所以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家，你来到教会，你属于一个家。我们属于我们信仰耶稣的人，属于上耶稣基督的一个大家庭，就四海一家，所有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一个大家庭。OK，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大家庭，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小家庭。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都是皇帝的子孙，都是属于这个四海之内的接受地，都是一家。但是我们自己又是一小家。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先懂得爱你的小家，不要整天说我四海为家。有些人就整天是四海为家，不顾自己的家。整天是管人家的家，这个有没有问题？啊，你总是关心别人的家，你太太孩子从来看不到你，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所以你们来到这个教会，归属于这个家，你要先学习爱这个家，保守这个家，支持这个家，关心这个家。不是到处都一样，所有的教会都一样，一方面是都一样，都是信靠耶稣，但另外一方面也不一样，因为上帝把你摆在这个小家里面，就教你在这个小家当中来尽你该尽的责任，来学在做在家里做一个家人的应该有的这种做一个家人应该有的这个本分，尽我们的责任。所以你偶尔去邻居去吃个饭没有关系。去拜访一下邻居可以的，但整天都在邻居不回家，这也有问题了，是吧？所以这个注意哈，我们是这个属于这个家，我们就爱这个家，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这样说。我们大家连在一起啊，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是升天了，他在地上完成他的任务，他升天了，因为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中啊。我想那个陈国峰弟兄讲这个圣父圣灵的时候，他应该跟你们解释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大家都是归属于上帝，归属于基督的人。那我们大家一起合在一起，就组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继续在地上来彰显和继续来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本来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是留下来传给我们，让我们继续继续去做了哈。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合在一起，就要把基督的身体来彰显出来，把基督的工作继续能够可以去进行。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在这个身体上都是一个肢体，圣经是这样说，我们都是肢体，就是大家都是其中的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肢体，你身上一个器官是不重要，没有，每一个都重要。人说这个小指头重要不重要？你要两根小指头，少了一根行不行？也可以活着，但是很不方便啊。你要挖鼻孔的时候用这一根不行，结果你少了这一根，你要挖这边耳朵怎么挖？用这个来挖很麻烦，你必须用这一只，了解吗？比如说我要两个就是要两个都要用，
少了一个不行。所以在教育当中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也很宝贵，我也很重要。尽管好像我没有整天在台上，但在教育当中我是其中一份子，我要自重自爱，我是其中的肢体，我要发挥我这个小肢体的功能，我怎么能够跟这个大家庭大的身体配合，能够发挥应该有的这个功能，能够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够继续去进行，这是我们属于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不是说我们来教会只挂个名字啊，我某某某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名册上，在李牧师的名册上有他的名字，这个是属于教会，不是，你来是属于一个身体上，你是有一个应该有身体的功能要发挥的。刚刚都讲到了，我们是加入教会是属于一个家的，所以你从你加入教会了，你在那边领受洗礼了啊，你会转会进到我们教会来，是成为家里的人呐、啊。所以你进入这个教会就以后不要说，哎，我是还是个人，我要等人别等别人来招呼我，还来啊来特别来啊关心我，还是我怎么样去关心别人呢、啊？你是家里的人呐、啊，对吧？家里的事你要有所分担。比如说你看见垃圾桶已经满了，那你们应该有什么表现了、啊、帮忙把它倒掉了，这你家里的事啊，是吧？地上有一个纸头怎么样捡起来啊，是吧？我在这里当牧师礼拜天穿得很整齐了，我平常都没有穿西装的，我礼拜一是我的休假，比如礼拜一我休息，那礼拜二三四五六七都在教堂，我上次五零七都在这里，看到什么我就做什么，看到哪里脏我就去清理，看到哪里需要修补我就修补。我忘记跟你们说，我没有进神学院，没有当牧师以前，你知道我做什么的？啊，修飞机了。啊，我飞机修理飞机的，啊，飞机整个拆掉，我可以把它装起来。我们考这个 promotion 的申请的时候，那时候是考的是一个小飞机，拆开装起来，就是我在飞机上做啊，所以我会修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会做，当然太复杂的啊我不一定做得了，但是一般我可以，所以我看到哪里破坏啦，什么东西坏啦，我就可以去换一换了，用家里的事嘛。比如说，哎，我这个牧师不干这种事情啊，找谁谁谁来。只要你在家里不是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只要以后你是属于家里人，你看见哪里有什么需要，哎，我能够怎么做？这个才是一家人的啊，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心态，而且我们这样才能够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才能够把耶稣这个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什么工作呀、啊、他帮助很多贫困软弱的人，对吧？他去传讲福音，他要帮助许多就迷失的人能够归回正路。我们基督徒就做这种事情，我们帮助那些人能够回归上帝的怀抱，能够可以走回正路。假如我们自己都不常常不在家的，我们常常都不连在一起，都没有办法发挥这种功能，是吧？所以教会很重要啊。你们当中有谁是在国内没有去过教会，来到这里才来教会？有没有？大部分都是哈。你们有发觉这个教会啊，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的贡献，对人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帮助？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功能？主要是对人的精神和道德的一个提升，提升一个大高度，知道了以后，就是说真善美，要
上面对这种所写到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无私的去奉献 OK 还有对于为主多工作，就帮助我们的人的品格那个提升，是吧？帮助我们把人的应该有的美好的人性和彰显，是吧？啊，教会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昨天我们跟一个年轻的朋友，王涛跟徐浩在谈的，就说我就想到在中国一个相当现代相当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就是赵晓。赵晓曾经在温家宝的这个内阁里面，他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他是经济学家，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观察美国这个市场经济，他就有一个结论，他说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跟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一样？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就是有信仰的这个市场经济，跟没有信仰的这个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假如没有教堂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不信靠上帝的市场经济，就是唯利是图，只有赚钱第一重要，也是唯一的重要，别的不需要再考量，对吧？但市场经济都是为了赚钱嘛。但一个是没有上帝没有信仰，一个是有上帝有信仰。假如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就是只有赚钱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关怀和是目标，所以他就不择手段要得到这个利益。今天中国就现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或是这个问题当中，大家看见了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为什么有地沟油啊，什么毒奶粉啊，所以假酱油啊什么，我们都有人说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还有一个，还有两个，假发是真的，假牙是真的。OK，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讽刺的讲法，不过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但在美国也是很推行这个市场经济。不过他们是有教堂的，就是他们相信有上帝，就是有一个权威，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在那边，就不会说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就不至于如此，那就不一样。我再回来说，有教会有什么重要，有什么影响，就是帮助我们的人，刚刚提到我们人的品格能够提升，能够把人性的美好的人性能够发挥，这个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常说，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民族，假如要有希望，希望在于基督徒，希望在于健康的教会，不只单单是个别的基督徒，乃是一群基督徒合在一起，才能够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单独的基督徒很难发挥什么功能，但假如更多更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群体，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上帝家，成为一群蒙召的人，我们就能够发挥一个更大的力量，就能够影响我们的社区，就能够影响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大家看见吗？我在说中国假如要有希望，希望在于一个健康的教会。假如没有健康的教会，中国现在这样走这条线，当然现在比从前好很多的经济啊、科技的发展啊。前两天我就看到，在北京一条桥什么，他们修一条桥，本来要好几个月修好，但现在43个小时，整条桥都要换掉了。大家看过这个报道没有？有看到啊？最近北京一条什么桥，我就不熟悉，对北京的这个地理环境不熟悉。那这个了不起，科技啊，那种技术啊，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桥到什么时候会倒下来，不知道有没有刀工减料？哎，懂了哦，有可能啊，对吧？我们中国同胞很会做一些这一套啊，摆上去很容易，过两天再倒下来，那就麻烦了。当然希望他不会倒，我希望他们做的都很扎实的工作。那更重要就是，我们说这个建筑的这些建筑物啊，还是什么建设能够建立起来都很好，但是问题是人的道德能不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关怀。
假如人的品格没有建立起来，只有科技那个技术很高，人的这个很办事能力很强，但是品格很差，这个地方会怎么样？假如很多都是高学历，很优秀，很聪明，很能干，品格很差，这是什么环境？啊，你要不要在那边住啊？最好逃远一点，是不是？我们希望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有更多好的教育。在这里，我们不晓得你会在这边留多久，但希望在这边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吸收，能够有一天影响更多的人，帮助我们的同胞。我为什么当牧师啊？我当牧师当了三十几年了，我1981年到现在，我比你们很多，看你们的小弟妹、小弟弟，81年还没出生呢，对吧？为什么我当牧师，而且为什么当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干，不去做这个飞机工程师？啊？因为我认为，我知道我领悟。这个牧师和教育工作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对人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也希望我在这里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今天有一些朋友们来到美国啊，来到教会，就是哦，我洗礼有个名单，或是对我什么的一些帮助，要拿一个什么身份，这当然也很好。但是，假如你单单为了这个，你却没有真正领悟这个信仰的这个教导，没有领悟这个信仰的给我们的一些好的一些人生的指标，你是叫做舍本逐末，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来到这里，你把一些最宝贵的能够吸收住，能够把一些好的东西能够好好的保存住。这样你才没有白来一趟美国，那美国是要不单单享受这种自由的环境，丰富的物质，还需要能够更多的有机会认识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昨天我跟朋友们也是谈到，我说你知道美国的后面上每一张都写我们信靠上帝，有没有注意你们当中有没有看到？美国的钞票上每一张都写我们信靠上帝，有谁没有知道的？知道不知道？还真不知道。好，好，表演一下看看。那我这边是1块钱，1块钱上面就有写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信靠上帝。有没有1块钱啊？再看看。我这里有。20块钱，也是 In God We Trust 啊。这里有100块钱，也是 In God We Trust。每一张都说我们信靠上帝，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许浩也很精明，他立刻就把一些铜板拿出来。你手里有铜板，你拿出来看看，每一个铜板上你都看见这几个小字写的 In God We Trust。从大钞票到小铜板，每一个都写我们信靠上帝。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信钱，什么都不信，我们一切都向前看。美国的钞票上说我们要信上帝。你来到这里，你拼命赚美金，但是不认识这个上帝，你是白来一趟。你听懂了没有？你注意了没有？就美国这个国家，尽管在中国啊，很多人骂美国，我知道，但是你要他移民啊，他就来美国。有没有这样？很多人是骂美国骂的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也实在美国很多地方是不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比很多地方都要好，是吧？美国为什么好？就是他有这个信仰，所以他的根基好，所以他很多地方都做得很不错。但是现在美国有不少问题，因为他离开他本来的信仰，当他已经安定了、繁华了，觉得不要上帝也行了，他就会走歪路了。当年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到了迦南美地，
安定了，安居乐业了，他不要上帝了，就会走在歪路上。所以美国呢也开始走歪路啊，不要上帝，认为自己行，不听上帝的话，就开始走上。但这个国家他的立国的根基是信靠上帝，就 in God we trust。所以我希望你牢牢记得，来到美国，你只拿到教会后，没有认识这个教会上所说的这个上帝，你是白来一趟。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懂了吗？我讲的都清楚。美国的，想问一下，啊，美国的历代总统都是基督徒吗？那我没有正确的统计，但是大部分应该都如此。我没有个准确的数字，当然都如此。啊，他们不一定说很虔诚的基督徒，比如说可能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去教会了。最低限度讲，每一个美国总统就职礼的时候，他要手按着圣经来，对，啊，对，手按圣经来就职来宣誓，就表示他要顺服，降服在这圣经的权威底下。在他们的这个宪法上，他们相信是有上帝，我们是啊，这个是信靠上帝的这个国家，是他们的国家的一个精神，立国的精神。一个人只要不信上帝啊，很自然就是自我中心，很自然，就是不信上帝。没有这个更高的权威，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权威，是吧？所以很自然的就一切为自己想，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想法，就是没有上帝就是自己顾自己。现在中国很多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是不是？所以来说，盼望我们的朋友们有前进，但是。来这些地方好好来珍惜，就刚刚提到这个洗礼的问题，都是好的。因为刚刚就为了洗礼而洗礼，真的学到这个宝贵的东西，你才能做事，没有关系。我在这里几十年，我讲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道理有点经验，讲了几十年了，所以应该有点权威。所以我希望你要好好珍惜，过两年我就都退休了，不讲。所以我希望你把握这个好机会，好好来学，让你们有帮助啊。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跟我们同学们一同来学习你自己宝贵的教导。人的声音在这里要停止，让人求证明继续做感动引导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对主耶稣、对上帝、对真理有更深入清楚的认识，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稳行正路，走在光明中，能够讨主的喜悦，做光明的子女。我们谢谢你跟我们过去有几个月一同学习的时间，我们感谢你。下个礼拜我们这个课要停止了，要到新的学期。愿主及时的保守众弟兄姐妹朋友们，让他们常有喜乐平安。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你们哈。那下个礼拜就因为我要在粤语堂里讲道，我就不能来教这个课。国牧弟兄带会再讲一课。好 ，OK。我们要谢谢牧师，谢谢。是因为洗礼的啊，你上完这个课了，你心情就挺好就挺好。就交给我，就12月13日，就12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就有这个培训班。就12月第二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的下午有培训班，就是说洗礼之前有什么准备，我再跟你讲啊。你这转会的也是啊，要参加这个培训班，去填上这个表交给我。OK， 好。